不会啦，那个可以啦，这时间 OK 的。八，阿迪说就可以。哦，我看到星之爱心了。看爱心了，看爱心了。应该放。然后探吗？好像。 我也觉得我们先回去好了。打哈基的口令。抽奖口令。抽奖口令。捡到钱了，我要回去。上了，你还要？捡到钱了，捡到钱了，捡到钱了。还是我们先在下面？干嘛？ 我不知道啊，你想干嘛？晚上还在小房间做什么？这里是小房间哦。你在密道里做什么？白痴啊！我没有啊。你为什么有？挖到的啊。 框拿到的、啊，没有信，时间内可恶，可以，时间内故意的，赶快，我要把叠死。哎，头上人，快趁时间冷却时间内冲啊！海边吧，捞个鱼。 所以每个 NPC 都是要跑地形才可以哦。你保护一下我。不是每个都有。平台。有一些自己在我们家的。哦。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家里。我觉得我们挖个洞、欸。挖。哦、嗯。你快快，你补。你拿木头，你拿剑打干嘛？<笑>好，我们真的在小房间里。救命！ 干嘛都玩害怕，我不会吃。这样就可以打，这样就可以打。看，马二还是会吃肉的，好不好？见二不会吃东西啊。<笑>啊，捡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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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之前玩的时候都还在位。哎，我打完地狱，会啦。 很刺激，对啊，每次有人在玩，我就会当老师。拿着啊！他当老师，我当建筑工。<笑>我是江少会跳，我天啊！可以住这个了，睡啦啊！啊！好像都只有你打到了。啊！啊！哇哇哇！点丢卡！丢啊吧！ 贝迪卡，哎呀，一呆呀！好，绳子这边也不少啊，干嘛？可以放了。哎呦，恭喜这个郭烧龙哦，抽到100，哎，还是没有100哦，你抽这么多啊？啊，一个人100啊。 还是你想抽10个1人10块钱？<笑>他最少一个20。哦，那就5个人了。你呀、啊。看到一个 ID 急速下降中。
咦？那为什么你开动了？开，你都不看我啊？哦，鸭子，鸭子把鸡毛，呜！这么嗨啊？很嗨啊！突然打到一半，四个眼球朝你飞过来，你不嗨哦？安安，手机泰拉瑞亚版本封顶很久了。手机哦，手机哦，啊、可是我觉得手机好不好玩？就跟手机卖块的感觉、嗯、不同的 feel 感，可是手机有一些电脑没有的东西、啊、哇，金矿哎、欸，你太敷衍了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棒哦，我在矿物认知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矿。白天了，星星要消失了。呀，有一个在头上。我的，哪啦？什么？好好好，我把僵尸打过去，我好猛哦！抢星星哦，这样。安安哦。安安。白天啊，刚听歌以为白天了哎。啊、好多哦！好几个，赶快回去！啊，你不来哦？那个小猪啊，好啦，看。那你是那个小圈圈里？不要跟我抢！啊，你要给你，甚至到底了吗？你补补看，不能补就是那个啊，到底了，不能补了，那到底啦，可是水下不去啊，可是你可能要再下去一点哦，因为有时候你太高的话补它补不到、哦，你可以用炸弹啊，把下面的多炸开，搞不好遇到坑就水就流光了，确定不能补了啦，目前，要什么东西？你啊，还有一啊，哦，你还要木材。我身上还有75个，我拍手嘛，好棒哦！干嘛啦？跟我讲，我好棒，好棒啊！刚怎么那么矮啊？欸，可以耶，可以再放。我知道为什么音效不见了啦，音效是雪地。Holy shit！你为什么要偷跑？点东西哦。啊！这神做了一下，需要炸弹再炸。啊！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消失了。再好像再炸一两个就那个了。白痴！需要再炸弹。嗯，炸弹。嚯嚯嚯嚯嚯嚯嚯！嗯，怎么了？意思不要哦！警告你有朋友，警告你有，警告你，警告你有，警告你跟，警告你，警告你，警告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啊啊，好，心脏跳好快啊！哇啊啊！这么刺激！看你没有中奖，奖金将累积到下一次。你看中奖，奖金将累积到下一次。下一次啊，是打我啊！你们这可惜的人很过分，过分。嘿嘿嘿嘿嘿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有瞬移的、哦，
换一下这个吧，不要做中。啊，够安内哦！哇哇，没啥安内啦，你哪安内啦？可以开个柜。哇，救命哦！上泰格柜。你真的泰格柜呢？你会觉得我是新手啊？可以先禁语言吗？什么东西？哇，有人把我当新手。禁他言。我好想哦。再讲最后一次哦。最好是干哦。过关很多次了哦。对，你来教我哦。要教可以去杰克的台哦。他在 NoNo Life 哦。多少？84418055人王回家玩喽，到八仙玩水喽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你会召唤史莱姆王？首先有出现啦、啊。不是啊，史莱姆语哦，没有史莱姆语啊。那怎么召唤？出现的、啊。不知道怎么会啊？我没召唤啊。随机出 boss， 不可能。上来，吐上来，吐上来。我现在先上去，先上去。啊，你要死了。是在地表吗？你死回家吧，他就会回家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要我死？可以走回家。哦，那你走回家。好像不是，好像是他们那边。我要打开包包了啦！白痴哦、喔，顺到这边来啦。S 来不故意不行的、啊，我没有故意。不是，这谁召唤的史莱姆啦？没有人召唤啊！要么怎么可能会突然出现？要么是史莱姆杀够多，要么是史莱姆。我算是史莱姆杀手，不是这只这么大只的。哎呦呀，妈妈咪呀、啊！皇冠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怎么？在这里，快！等，他顺了，你怎么那么傻、啊？哇，好大只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，你要死哦、喔！啊！啊！回答，回答，哒哒！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哪去了？地表右边，地表右边。阿基，你死过了吗？用雪球咯！啊啊！跑跑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笑啊！阿进来了！阿进来了！它里面是一个人吗？对对啊！它里面是一个忍者。到时候就变成 NPC， 没有，他不会变成 NPC。哦，是啊，不会啊。啊，进来了。对啊。有丢，队友丢手榴弹。你 Q 外机，快捡！我超无人分。啊！还有人吗？你们两个快跑！我先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画的好可爱。好笑。哎、欸，要点再进来干。好，他顺了，他出牌就会顺了。来了，顺了。他顺了，我这。哇，就在上杰克那边。出去哇！刚点了被桌子卡死哇！他挤出来了。谁把桌子放在那里？白痴、啊！没有，他就是怕僵尸入侵，你听不？哦。小史莱姆，不要闹！请问你现在要我怎么放方块在空中啦？我们现在是完全没装备呢，先生。雪球有伤害吗？拜托，那个看新手这样玩也是不错玩的。对啊，你就体验一下嘛。啊，等一下。没有，那些人会想要表现的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子。好像已经知道攻略这样。来了，来了。原来要小史莱姆，小史莱姆。史莱姆杀手快上！
有有，我杀了很多。一定是你取这 ID 害的。哇，那为什么？一堆墓碑。固化机是什么？哦，史莱姆块可以变，史莱姆可以变史莱姆块。粘液可以拿来当方块石。这个我要放出来吗？废话。我讲的废话，不好意思。我要有伤害啊！哎，杰克，嘿，这什么？我走水枪，他射，他喜欢射。有伤害吗？这个没有。哦，可是你身上就很黏黏的史莱姆，你看点点跟你又点到是谁？好恶心啊！阿纪也被射了。啊，你是变态吗？